I can't focus on what needs to get done. I'm on notice, open that shit'll run. 不知道，就是有点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。我觉得还可以，就主要还要看当天那个状态还有发挥。我个人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我的那首 solo 歌曲我很喜欢，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一首歌曲，就是我一直很想唱它，我一直很想把它唱好，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对我来说还蛮不一样的。嗯，很感谢创始人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啊，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靠你们，然后我能够有今天的进步和一些突破其实也是靠你们，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里没有遗憾，我觉得我很棒，我觉得你们也很棒。对，比起加油打气，我觉得就是想让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他自己很好很棒，他没必要就是怀疑自己。刚刚我也看他 solo 彩排，我就觉得他很好啊，就站在那个地方就有光，所以就很想让他知道这一点，就是某些方面还是挺自信的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在这个节目成长了，收获了，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展现出最好的自己，然后留下最好的舞台。